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，伦敦最为昂贵的街区超过半数的豪宅正在被降价出售，降幅动辄达到10%，甚至是更多。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，对伦敦豪宅的需求呢正在迅速的降温。这些因素包括英国房地产印花税的提高，新兴市场经济减速导致那里的投资者购买力下降，以及对于英国脱欧可能性的担忧。